这两天都就疯了，就盯着这鱼。不是媳妇儿。哇哇哇！怎么了？你看，都活着。嘿，第一次在网上买东西，买鱼。不是买东西，买鱼，我说错了。活着的，买活鱼。你们看见了吗？我在送鱼。哇，全活着呢。个儿不大，个儿不大。真的太神奇了。个儿不大是吧？欢迎我们家新成员，第一次在网上买鱼，儿子抱着吧，鱼缸也买了，走吧，鱼食你拿着吧，拿上走吧，也拆开吧，都拆开吧，去拆去，别拉手啊，这家伙这觉都不睡了，下课赶紧买那个瞅着鱼缸了，感觉都要睡不着觉了，惦记不下了，家的2022最新款手提包，总是让我给你买狗啊什么的，这不是就迷恋上养鱼了，然后我就给你买了好多鱼。下一步是不是买狗啊？不可能，多好啊！看看，不成，没有时间养，多好看，搁稳了吗？我有时候你看着它就感觉特别。心情舒畅，嘿，真不赖，喜欢养鱼了，这玩意儿，什么意思？要放我闺女这屋？闺女漂漂亮，搁你这儿，搁这儿比较好。太高了。搁哪儿呢？太高了。对。你能看见它，多漂亮。真不赖呀。哇，太好了。有点生机那个盎然的感觉是吧、嗯？有点小花啊、小草啊、小鱼啊，瞅着就舒服是吧？嗯。这回鱼缸这水也静置好了，15分钟。这鱼这个搁里边适应了水温15分钟。是吗？儿子，你跟谁学的？跟我老师学。我感觉很蔫。我儿子刚才说得静置15分钟。也不知道能不能活啊？啊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啥呀？狮子头是吗？对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呀，快点快点，儿子生怕把这鱼给捣鼓死了呀！哇！不过这个屋里边养点鱼呀、啊、花啊，真是不错。我们还给他买了碗莲。还给他买了那个叫什么石头，还没来啊，石头、嗯，莲花是吧？哇，看多幸福！我真的是5到8米，你看人那巨大，那巨小。嗯，哎，媳妇儿，嗯，这鱼都养了，都满足我儿子愿望了，小狗是不是也满足啊？那什么吧，行，可以，同意你们买，赶紧给我换别墅。儿子，等等吧。嗯。喜欢就喜欢小动物，喜欢小动物人都有爱心是吧？这就藏起来了，你看见了吗？嗯，鱼都喜欢啊！你看小时候逮鱼，鱼都喜欢在石头里。对对对，真好。一个这个手提袋啊，像书包的像一样的这感觉，可以装几条鱼，底下装点小石子儿，然后一个小方壳子，完了里边是捡的石头。不是你把我的鱼装了几条鱼那么的不堪，怎么了？方壳子，那叫什么呀？鱼缸，鱼缸，小方鱼缸，好吧。嗯，这个鱼真的是在网上买。还有一个是最漂亮的，儿子挑的花色，然后跟他妈妈一起挑的，三个这种叫什么鱼？狮子头。狮子头。嗯，我这对鱼啊，对花什么都不懂，但是挺喜欢看的啊。我最喜欢就是狗。或者猫也行，还是狗，我最喜欢是狗。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在网上买过这种鱼啊？活体的小动物。对，活体小动物，哈哈，挺可爱。经过了一宿，不好的事情发生了。不知道是没有氧还是怎么回事啊？经过一宿，死了一条大个的。这个原本是3条，现在是剩2条了。今天那个猫出来，我怕把它俩吓着。也不让你们看了，也怕你们吓着。死了一条，没事儿。儿子，嗯，死了一条。他们少了一个兄弟，哪去了？死了。妈妈给捞出来了，那他们多可怕呀！扔了。